不用唱，你吃饭了吗？没有。你想弹琴啊？你想弹什么？我能听得懂这个这本。你要听的这本都在这儿是吧？这个是什么啊？闪烁的小星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会弹吗？好，我来告诉你弹好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是高音谱号，意味着右手弹。低音谱号意味着左手弹，这个是右手吗？这个是左手。这边是右手。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有几个音？你数过没有？哆来咪发嗦拉西哆，八个音对不对？哆来咪发嗦拉西哆，好，咪发嗦拉西哆。你看，你已经会弹哆来咪发嗦拉西哆了。对不对？拉西哆，这是中央什么？中央 C。哎，成哥，你能弹一首他的歌吗？好啊，你看这个是谁写的？门德尔松，德国作曲家写的这首歌叫什么呢？《歌声的翅膀》，你们听过没有？等着那个。一个大笛子，我吹着这么长的笛子，橙子哥，拜托你一件事，能再弹一次，也得继续。